你看我怎么坑富婆零花钱的，老爸，你再给我转2000块钱。两千？我昨天不是刚给你转了500吗？你干嘛了？昨天那个我不是看你上没玻璃水了吗？你看我正好给你买了2瓶，正好500块钱，怎么样，便宜吧？2500一瓶啊？你这你就不懂了，我买的可是豪车专用的哈，可不是一般的玻璃水。你确定吗？ 其实人家老板还给我便宜了10块钱，收了我400九，行了吧？你得了，这不一样的吗？豪车专用的镀金玻璃水可以强力去污的，像去油渍呀、虫子的尸体呀，还有你尿粑粑什么的，对他来说都是小意思啊，还能养护雨刷胶条呢，就是起到润滑的作用，降低那种脂质的摩擦噪音。重点是它能在前挡玻璃上啊，就形成一层保护膜，不挂水，再也不怕下雨天开车了。怎么样，是一样的吧？不是，那你花多少钱买的？ 这么一大桶才10几块钱，现在买4桶还跟我划算呢，老公你解释一下。不是，这我知道了，你肯定被他们给坑了，对吧？